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244期的节目。今天的话呢，接着给大家做 Cyberbus The Last Class 的玩具，这款 Green Block 呢，表现呢还是非常之不赖的。首先是它的一个人形美型度来说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，除了头雕感觉有一点像猴子啊，特别是这两个尖角的话，一整个给我感觉喜感特别的强。那特别是怎么说呢，它有附带一个王冠哦，这个在动画片里头是重要的一个剧情道具。那这个王冠的话呢，上面有黄色的涂装，红色的宝石的点缀，看到后面有个凸啊，后面这个凸的话呢是要扣在朝人形的后方啊，所以它扣的时候是这个凸啊是要靠在人形的后方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内部的话有两个凹孔，两个凹孔就是要扣头上这两个凸的。那说真的啊，这个王冠扣上去之后呢，我更觉得像猴子啊。美猴王吗？还是什么来着啊？你不是恐龙王，你是美猴王。我觉得这个王冠戴上去好像不是很好看啊。不过可能有些人会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吧啊。那后方的话呢，可以看到空洞处主要集中在手部的内侧啊。那手部的内侧的话呢，它还不是说变形的时候把手收进去没有，它真的就空在那儿啊，比较可惜一点。那小腿后方的话呢，用来收纳这个龙形的尾巴。那以及的话呢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它这个龙形的尾巴啊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凸呢是在脚的外侧，这个的话是收到内部去。那我不管怎么样去凹的话呢，不管去怎么样去掰的话呢，这一款的话这样子推的话呢，它基本上都会有一点点奇怪，变形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每个人都变起来像这样子啊？那不过也不影响它的一个，几乎不影响它的外观啦。那么这一款的话，中框隐约胸应该是有特别去补了一点颜色，有做一点勾线，所以它身上看起来立体感呢会比较强烈。那这款的一个可动度的话，给各位做个展示。它这个头的可动呢是后方是一个球形关节，然后后方是个球冠在这儿，然后这个球冠的开口呢，导致它的头是可以往上看的，还是可以往上飞的一个动作。手臂360的转动呢，基本上是可以的啊，关节也比较偏紧实一点。那这个手肘的这个球冠是直接替代了二头肌，还有肘部的关节。那这款玩具其实掰起来的话，稍稍有那么一点不爽啊。即便这是一个球形关节，但其实它这个手啊，这个能够转的幅度是非常有限的，因为这个小臂的这个部件太过粗大啊。太过粗大的关系呢，导致有些动作做不出来啊。这个，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种困扰了啊。就是基本上你要看他做一个手叉腰啊，这个就基本上做不太出来啊。就基本上这个拳头呢是靠不到这个腰上，这个手臂链太粗，导致于这个动作摆不出来也是蛮少见的。拳头无法转动，那他的拳头各位有没有看到？他其实中间有个洞，但这个洞呢并不是穿透过去的啊。它呢，你转到另外一侧看，你看它这一侧，它洞是没有打洞打穿过去的。那其实它这个拳头的设计有点意思了啊，在变形成龙形的时候这样摊开，然后这个脚是全都是往后翻。那如果从这一侧看，你看就会变成一个龙形的爪子啊，就是完全是一个拳头一个部件啊，这一面的造型啊，翻个面之后就变成这样一个造型啊，直接的就是一个拳头两边的一个造型啊，在变形的时候呢就直接翻转一下就可以了。腰身也是可以转动，那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胸腹，其实这一代的造型层次感做得还不赖啊。涂装其实做工涂装是稍稍普通一点啊，没有很精致，但是分色我是比较喜欢的。那这个外摆内收是可以转。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，它的这个髋部这个地方是球冠，比较容易去脱落，在变形的时候呢，在转动这一颗二头肌的时候呢，比较容易去把它给转出来，因为它这个球冠实在是。它这个球冠有点小了啊，就是稍微小了一点，所以容易滑出来啊。这个有些人可能很熟悉，我是不是那么熟悉了啊？然后膝盖的话呢，无法弯到90度啊，稍微有点可惜。脚踝倒是有个不错的一个接地啊，脚掌也很大。这一款的话呢，如果你要的话，它这个脚掌其实可以站得非常的稳啊，非常的稳。虽然说是髋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但是它的一个因为脚跟很大啊，站立是非常稳当的。那也看到它是有一个喷火的一个特效。但是呢，在人形下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做一个搭载啊，这个应该是在龙形的时候喷火来做一个使用而已。这一款的话，平常的话你就伪装成是火焰剑嘛，你拿在手上吧。OK， 将就欺骗这个不认识变形金刚的人，或许还可以糊弄的过去啊。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它的这个背包啊，这个也是致敬到应该是动画片里头。我有点忘记动画片里头是不是长这样，但是至少跟 G1 那个。钢索的一个背后的造型是很像的啊，一样是龙的这个两片的这个
啊，龙的脖子拆成两边啊，然后龙头背在后方，龙的这个小爪在这儿，啊，基本上霸气度还是挺够，虽然玩具小了点，但是精美的程度还是非常是非常非常之有的。那这个王冠的话就，因为这个没有地方可以放啊，手上呢手又不能够转动啊，所以变成王冠你不戴头上也是很奇怪了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了啊，它的变形也是比较有趣一点啊，比较有趣一点。这个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拳头跟龙爪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开啊，各往两侧分开就行了，转成这个方向啊，到时候龙头是在前面这个方向。可以先把这个部件给稍微松开，松开这个地方有个卡扣，这里有个凸，扣进去里面，这里这样子把它松开。然后龙头的话是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双动关节啊，这里把它给整个的给推到前方来，到这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这个龙头的话这个地方给打开。那这也是这款玩具第二个容易喷溅的地方啊。第一个地方是这个髋部关节，第二个是这个龙嘴这个部分，你稍微这样用力推一下，基本上它会掉件啊。它本身是一个 C 型扣，但这个 C 型扣的话呢，显然是因为社会经验可能比较多吧，已经离开学校很久了啊，就没有国中生跟高中生的那种松紧度了啊。然后就把头先恢复成这样，这两片部件呢最后再合起来。我们现在要整理一下那个足部，它足部的变形是比较有趣啊，感觉好像在什么地方的钢索也变形过这样子啊。那你记得转的时候转成这样。你要做什么呢？你看到这个两个脚掌造型不同啊，这里有两个凸啊，这边是没有的。这两个凸这个话呢，要在龙形的一个下方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要转动这个位置啊，这个地方转动这里，然后把这两片呢给翻出去。哦，不对，转错了，转到这个方向。你先把这个转到中间来，这一片，然后把这个凸转到朝中间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先把这里给解开哈，先把这里给解开啊，翻开。翻开之后的话，把整个腿呢给翻直，你就要记得啊，这个地方，不管这个地方怎样，先把它整个都翻出去。我们要先把这两个角的话呢，内部这个尾巴的部分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的凸跟凹，这个地方凸跟凹，要先让它结合在一起。那其他的部件呢，都先不要管它啊，都先不要管它，先把它给扣上，到这边，这里。推开，推开他们就好了。来，把这个两腿做一个合并。那这里的话就是，它的这个外摆内收的位置呢，有时候你转得太用力还怎么样，这个地方就会喷溅。好吧，总之先把它给扣起来。扣起来之后的话，再来就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是把这一块部件呢给包到龙的一个下方来，然后呢，这个脚掌直接整个翻出去，然后到这，啊，有点自己的脚踩在自己脸上的感觉啊，还真的是蛮苦逼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到这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呢，这两个。左右两侧这两个凸啊，就是要扣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两个包下来，包下来，看到吗？这个地方，这里要扣进去，以及这个地方自己的话，龙头要下来，然后扣进这里面两侧，所以它一共有四个地方要结合，这里一二还有三四，这四个地方要扣上去啊，直接的整个的把它给压下去。这个时候呢，龙的脖子呢跟这个人形的这个脚掌就会完全的。啊，扣得非常密合了啊！这个时候，那个脚掌是狠狠地踩在自己脸上啊！这种要求我这辈子没见过啊。那这个地方就非常简单了啊，顺着这个方向呢，把它给折下来就可以了。那原则上呢，上方这个地方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要把这两片部件呢，把它挨在一块儿，这个才是我们变形的一个重点部位啊。这里，就要这个地方，把这个地方这块部件，这个部件要塞到内部去，然后往下压。OK， 这样的顺势的滑下去。这一款这个Grimlock 就变形完成了啊，你这边只要顺势压下去，压到底啊，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缝隙无所谓，另外一侧也会自动到定位，上面这个的话自动的呢会 cover 在这个上面像一个小炮台的位置上了啊，公差算得非常准啊，这是官方玩具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点啊，就是容错率高啊，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称赞的。那么这款龙形态的话呢，怎么说呢，就是。站立上的话呢，还是迁就到这个尾巴的干涉，感觉有点小多啊。你可能只能站这样子，你稍微站其他斜一点的角度的话呢，这个尾巴就会拖到地板。那可能有人就觉得说，尾巴拖到地板就是扣分。那所以呢，你要让它一个尾巴是离开地球表面的话，大概就只能够少许的几个动作能够站立了啊。那么它的一个造型呢，非常孔武有力啊，我个人是很喜欢的，很多方块。
大部件的一个感觉，但是呢，又有它一个非常独特的线条美。那这个头型的话，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钢索，就非常凶恶的感觉。虽然是水蓝色的眼珠子，那它这个头的话，这个上下可以张开。那我一样提过了，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松脱。打开之后，这中间有个凸啊，这个凸就是要让你来扣这个火焰特效的啊，那就稍微的绑一下，而且有一个喷火的一个效果出来了。那其他的可动的话呢，脖子的话啊，这脖子这里要扣进去啊。啊，扣进去 ，OK， 这样头就抬得比较高了啊，这是完全的一个变形。然后这个手的话是无法动啊，看上去好像可以转，其实不行啊。它龙形下基本上只有腿这里可以动，还有这个地方，它这个洞还不是前后洞，是往内折啊。你看到没有？它这个开口处是在这一侧，你转到这一侧，你只是往内动，它前后的话只能靠这动。OK， 这个是它的可动来讲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弱。人形的话呢，也因为粗壮的手臂呢，导致手部的一个可动不是很好。所以这一款钢索的话呢，我的感觉啦，还是以美型度来取胜啊。特别是这个龙形的一个霸气度啊，人形的一个美型度都是非常高的。变形的话呢，尾部的变形呢，稍稍有点意思啊。整体来说就是，变形跟美型是它一个乐趣强项。啊，但是它的可动把玩性的话呢，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高了啊。那不过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近期的官方 Deluxe 优秀的作品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哎，我说拜拜的太快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回马枪的，它这个王冠也是可以扣在龙形的一个头上的。你可以看到龙形的话，它上面是有一个洞的。那你可以把它给这样从后面扣上去啊，就会变成了一个带着王冠的一个霸王龙了吧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啊，讲第二次啊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